第一次来，我都不知道有机器来。哦，这是一个挖宝的地方啦。今天来台北找知识，所以他要先你体温，对，防疫一下。我靠 ，Damn， 太多人了吧，好猛哦！好了，接下来登记哦。Yeah， 又来了。你对爷爷有什么意见吗？哇，好好玩哦！哇，导演椅。哇，这一餐好多人哦，这是什么？明信片还是邮票？这个是好恐怖哦。嗯，黑胶系列。打字机耶，好猛啊！而且这种是比较后期的，我太酷了。就是找到北方。哦，小哥小哥一耶。真的吧？这是真的。真的可以练舞哎！好大啊！可是上次有冷气，很帅。这个是收音机耶，68000。我等一下买10杯给你。结束，你觉得如何？蛮多食物，就是很多。对，然后之前好像也开好几届。是啊。对，然后这一次是第一次是在这里办，所以有冷气可以吹，室内的。
地下街，比较爽。接下来来去下一个玩具市集，应该就比较有趣。这个都有点跟不上这个调调。现在去东区的算是玩具市集。这里是市集，是在 Family 的对面。新潮流。哦，好多小物哦。蛮老物的一个玩具市集啊，它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店面里面，所以有点难逛，闷，太闷了，然后人太多，场地如果是在松烟这种地方就很赞。OK， 那今天 vlog 就到这边，拜拜。